我们请球王示范一下果岭旁沙坑的打法。沙坑哈，建议说杆面要打开，就是你先打开，然后再握。打开再握，好，嗯。然后站那个开放式，嗯然后球位放前面，然后重心放在左脚。重心放左脚。然后不要直接打到球，打到球后大概后面一个球的地方，然后用力打，然后把沙子打出来。哇哦！好好球，参考一下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沙坑特辑，请球王示范球到沙坑。球到沙坑，我都习惯拿小鸡腿。嗯哼。然后我都习惯打那个 slice。slice 啊，哦。就是它球比较飞得起来，然后就是球摆在那个稍微偏右一点点，然后站。我是站稍微 open 这样，然后就放杆就滑过去就好了。尽量说，尽量先打到球，不要吃到沙子。哇，水呢！好球，好球 ！on 了，对。大力把它砍下去就好了。大力砍下去，用刀给它丢了。哦，不要录了。